有故事的 Baby Food 由神州专车冠名播出，专为妈妈定制的公众号不二妈咪和超级 APP 妈妈帮联合出品。这是我的前同事叫闺蜜抹茶，我们前后脚要了宝宝，现在她仍活跃在职场，我选择留在家带鹏鹏。早晨有时5点起床，不是我起得早，是她起得早，做早餐，收拾房间，陪鹏鹏玩，做中饭，趁鹏鹏午睡的时候打理自己的辅食公众号，考国家2级营养师，给鹏鹏洗澡，做晚餐，哄孩子睡觉，练瑜伽，结束日常的一天。不管曾经有多大的梦想，必须要承认，有了孩子，你一定会分一半给他，偶尔会有小小的孤单失落，甚至烦躁抱怨。幸福的是，宝宝最需要我的日子，我在他身边没有错过。Yeah.